传说中的吸血鬼原来是如此性感，如此美丽。不就拍个广告吗？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？因为我是男主角。有我证明。我才不是上镜。林队，快开门啊！谁告诉你我拍了？林队，快点！这样的品味还不错。想当年我也是大专毕业的。赶紧把文具盒交出来！那时候起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单方。要不要来我家吃个饭？我不要。只想送你上西天。可是别跑。看，长大了。